香港也在国际化的太上市 VD 中国东南片黑东南亚地区东冲业的微缩面积有1100平方公里，包含香港岛、九龙半岛等新界，人口差不多有700万，下岗人大部分集中在新界一带。香港总共分作18个区，太浦区是88个村所组成的，人口大约有31万，其中的客家人就有1/5，算起来有6万3人。一片比想象的还较繁荣，坦讲行地路方每做得拄到客家人，唔止因客家话，记得有汤的什么。讲客家话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面，睡觉不是吗？讲客家故事，给客家话睡觉，睡觉。夜边的客家都是有老广东话落到乡下，路上买的东西、特色的东西，没老广东文化较强。唔知听讲你二去拜访的王友村，我系马家乡的。坐上西巴士，我去香港新界东片的海边池都太浦万源村。这片的人全都是乡民，贵村的人全是客家人。我也转行场爱做客的人家，就是上万源的马饼粉村庄不卡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嗨，马村长是吗？对呀，对呀。嘿。哎，你好，我从那边上。啊，有啊，转过来就。那边上哈 ，OK， 好。你好，欢迎你好。哎，提拜来啊？系啊，大家行嘅，跟你上来，系、哦、系。唔辛苦。哎呀，唔会啊，唔会辛苦啊。系咪啊？你那黑人不卡系嘛？来，睇完先啊，马上。好。我就出咗眼前，睇。好。三成嘅。坐啊。讲客家做得好。即系点讲客家？讲客家，今日就讲客家。好。要讲客家吗？有啊，有唔少咧，放开就放下狗。台湾来客家人啦。哦，一客家人。诶，点样来拜访村庄安尼？嘿，讲。讲下搞工作。要流量冇？要流量冇？那客家讲话要流量冇？阿婆知道我客家冇嘛标准，来听佢哋讲诶，每腔有当重嘅口音，不过入边嘅客家体体上系差唔多嘅。历史上记载，洪启13年，客家人马彩燕在广东长乐西到太浦，佮带来一批有祖土经验的乡亲，同当时状况态，人口咪越来越多，变作一只庄头。年轻的时候啊，吼，较后生的时候，有做过陶瓷冇？冇，吓，陶瓷已经叫三千人填起山嚟啦，已经，所以我哋。穿隔日都冇經過同事啦，因為八九十歲都唔停，因為停咗餐停咗60幾年停咗餐。60幾年。啊。哦，古少100歲以上嘅人經過嘅陶瓷。啊，應該過100歲先有經過，冇過100歲唔經過。因為要叫三千人，好唔知叫三千人停咗餐啦已經。温耀春的土鸭将军停了80年，古所正式考过计时节情况的人，也下面已经超过80岁。庄的地主有一种经验的，他要每存到1-3年听听。我老豆的腿做过的啦。老太系唔采吗？最老的要五隻咯，而係通危通嘅五隻。要啦，要健康啦。依家人波球係唔關冇，前幾時喺度做一關。阿波球都冇啊嘛。冇啊，我冇啦。冇啊，冇啊，冇啊。一關冇留下來嘛，董大宋啊，冇傳下來，你董大宋，係啊。
没想到几只钟头，年纪偏二老的钟阿伯，既唔但请无做陶瓷的经验，连屋卡咩无做起留下来的顽童，也听来参考的文献资料有点咩无强用。台湾做出来啊，有只太仔，有只高太诶。那你几年前哪来的？阿爸推时存落去哦。阿爸那时候存落去，几几多年呢？嘿，我有上百年啊。有上百年了。讲来咩奇怪，阿爸屋卡地都从下来一只陶器，啥系对台湾来嘅？先唔讲佢系唔系有上百年嘅历史，我较关心咩？系当地含有早期嘅方言冇？古时候村庄就带我去头白的庄内地度做土的移植去，不过也比做一件文上多黏黏的树的简单呢。天来好，慢慢的就黑黄土水。我看到庄多的呢，安尼，哦，那等下安尼，安大双咯，没准。我冬天见面看起来有条东西可能是变态处理的垃圾，不过对我来讲，它是有历史有生命的保护。那爸爸以前是做什么的？有的封了啦，封了呀，封，政府封了呀，唔俾人管啊，一传说嚟，一传说就可能，传说，要听过就响要长，要唔知发生乜嘅事，系，全部就系朋友，就发生乜事情啊？唔知冇唔讲过，你哋咩唔发生乜事情？唔知道，应该系一叫冷冷人。差不多啲事咯，民国初年嗰阵时。民国初年事情。啊，正确啲解释就系、是，因为土地生产，就普遍去。普遍咧。即系港门啦、啊，福建就全部都生，即系做运。生产做运。价钱就奶平去啦。就奶平。奶平就差唔多钱就唔做。历史记载，太普遍要存，每天物与公共共用，独多嘅年物料唔拉，同时从成本嘅原因。这样是形成的陶瓷业，每只有一张一张的封页，一下看到全部都是无完整，也是刻过的作品，感觉街道都无规划保存的吗？也那边啊，那个路继续挖好挖下去，那前面都有的吗？有完整的吗？有，我这是写，这是在下辈挖就挖到多。你就有挖过完整的哦？挖过，就一家带下行的有完整的对。有。因为政府十几年前就讲话话好多少啊？嗰阵，那我看到的安尼，双胞胎全部都废弃，不然就全部系废弃咧。好啦。有，这些我看得到吗？看到，然后今天礼貌大礼，政府3万套。一层给了的就吃到一大手，马村长讲，越来越多的建筑商都装了希望的。政府每年算老建沙田文化做统一的规划，不过都一下还无实际的做法。希望过后的几年，我做得提供一些台湾的经验，俾马村长参考。如何做得顺利？不要那几个圆子，你再不要。这还把它丢掉，这很可惜。烂球没用哦。那没用哦，不是他经营以后呢，你看见那法，一下都年胎给时候年胎一种法，啊，给你将做一下东西送，啊，不听，我将做一下东西送给你，啊呐，哦，有胎吗？
夹文土毛庸嗰个，分到骨头树喎。骨头树。系啊。唔帮你认真啲啦。夹啲矮毛庸咩？一片奶都看得到几百年的土瓷一只，那看起来全部做一包。不过冬天年看起来啥系无物解，除了烂烂的包皮，地脏的地度还有几下百年的土瓷一只，做得证明该用是海边瓷度繁荣的光景。今天那条以前那系做物解嘅，假以前系两个条，一条。滚多落一条做完一条泥咧，佢可能滚些啲叫咩磨碎而再做完啊，啊从些就加发掘出来，后悔起来咁计。窗内看到啦，安尼妙嘅咩吼，都冇安尼离起来咯。边唔边个落去啊？破坏嘢就啲破坏条东西嘛。哦，佢说系政府唔系，诶那边系啦，日就一门。眼前呢，微电特摆某东西嘅微数。看得出来政府要将游行爱田文物保存下来，不过按用的方式又像有点的奇怪。村长讲，地方县公地主有一间陶瓷博物馆，也让我查到的资料是中央的，希望也听爱其他的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做完咧，成熟咗，一熟咗就一盘正。哦，啊，嗰个地方高啲，系啊，最快嘅就顺顺利利啊，做完。就记录范县强地主强风嘅范县强乡，系吉阳市马家嘅老祖公马彩炎啲共同文化个乡过来嘅。马村长热心咧讲定家乡嘅故事，李爱小姐佮从细看到太嘅图案。范县强展示的陶瓷文物比俺想象的规模还卡些，不过也至少是一个开始。对俺那条台湾人员来讲，佮文化产业是当重要的，可是对佮条来讲，佮条因为讲佮条会神化落去，那条以前祖先作为是已经无空用的，就窗帘无关联用的。讲来我是都讲，无办法，无办，外面无办法留起来就偏树啦。嘿，我本来想讲来那片有其他的东西做的，火花做的出来，可是后来还是都讲外面无办法投留起来偏树嘛改。嘿，不错诶，阿伯是都讲一大双。沙田两地村庄带顶阿去解物卡地都欣赏两三年珍藏的古董。以前做一盘呢。啊，一盘。嘿。诶，青铜写的青铜。嘿。阿姐。你有咩几件工程？烧钱来啊！藏蕉啊！但系藏蕉位啊。系啊，几多只嘛？嘿。啊，藏蕉位。系。几年？那个藏蕉位一多年嘅咯。忘掉。唔知道咩？啊，全球没见。那你很多东西啊，有故事吗？就会说从你那只盘里有没有故事吗？没故事，没故事啊。那你都没听过呢？没听过老故事。有以前的老照片吗？以前没照片。老照片，以前我在那个地方，我在那个地方好穷的。来到陈家堡背后都有故事，没想到也为的文献史料暗熟。不过马村长接到汉地爱保存一条宝贝，但发现一条陶瓷的做工，或者是粗形上就有点的缺点，不是很完美。呀，到底是怎样办的情况呢？开始时我就唔当古董噶啦，我就系，俾阿爷兜埋啲绳仔，兜埋啲绳仔，只会兜嘛。哦，就倒听。吓，倒听唔开嘛。做坏嘢嘛。吓，你后就将而卖东西就卖后嘛，有阵佢烂咗就唔开。所以嘅就咁。系。而自家做啊，而自家做一种自家东西识翻啦。哦，以前写写就用阿爷。冇用过。冇用过。应该系之前双一杯用。冇用过双一批用嘅。系。再双一。
来答这问题得到的答案全都是爱无想到的。因为百年前半游村的陶瓷产业是味道创前生发，因为人是讲用艺术老古董的价值来看的话，当然会有动态的差别。也下完全意识当地居民自发性的保存文化能力是当有限的。哎呀！啊！哦！对公，我对不起你，妙哎，快下来，土地公对不起耶，被我弄破，我来总拜替你啦。我要拜你哦。哎呀，我该算哦，要拜拜啊。没关系。俺刚好唔多好，让我总拜替。像原谅爱土地公，拜托拜托拜托。嗯。其实冇啦，要啲我哋梯啲可能揽揽即系唔容易小床，而家即系行开。唔容易。睇到依照嘛，我睇嗰条揽到嘛，斜点样拉照？哦。个背脊点样拉照？迄个我较好嘅就推推下去，就坐位。系啊。就半人头坐位。系啊。都冇留下来。冇。冇诶。烧掉。不说那哈那个哈皮嘢仔本来从快啲咧。很勇敢啊，快些啊。马村长讲实话讲，其实蜡烛台价值30万港币，不过我知道佢唔是用钱买嘅多嘅。